八三，四二一三八四八三，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接下来，请收看《印度奇经慈悲之旅》。慈悲的海涛法师与四众弟子造访奇经西部的培林，就是为了参加尊贵的梭杰仁波切吉祥法寺的大殿落成典礼。一早，海涛法师由举持着经幡宝床的阿尼们迎入寺院，队伍浩大庄严。当看见高龄90岁的梭杰仁波切仍安然含笑站在大殿前接迎，师父连忙恭敬顶礼仁波切，随后两位尊贵的上师手牵着手一同推开大门，正式启用吉祥法寺新落成的大殿。
金碧辉煌的大殿，崭新的佛像与经幡，令大众仿若置身佛国般，法喜充满。海涛法师向大众简单解释此次来习经的因缘，即由马来西亚卢居士发心护持，使得大殿能够圆满落成。首先，今天来这边最快乐的是看到我们说解仁波切气色很好，很健康，这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那今天来到此地，也是我们这次印度习经行程最重要的。这次来习经，是因为我们达丁卢居士提到，我们说解仁波切大殿要圆满，所以我们在办这一次习经的团，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今天来到这边，沿途也一直要回向我们说解仁波切，这是我第一辈子的经验。我看了这么多老上师老人，我从来没有一个说自己就觉得他是我爸爸，我就一直这样觉得。所以我这次来要把这一辈子所做的功德，目的叫供养说解仁波切，就像我父亲一样的健康长寿，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因为心中有一个如父亲的上师，所以我就会有永远的尊敬的心态，这样来修行。所以我现在在带各位念的烟供仪轨最短的让眼看红了红，就是我们说解仁波切写给我的。所以我们已经在国际办了这个烟供法会，已经办了61000多场，要来供养仁波切，而且办了放生，也办了6000多场的放生，特别救牛的部分就20000多头都要来供养仁波切长寿健康。所以刚刚说要念长寿法会，我想我们的所有的重点，大家所做的功德，长寿法会就是要我们尊贵的说解仁波切长寿，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能做的，那我今天要代表供养10万块美金来供养仁波切，希望仁波切健康快乐。那大家等一下法会慢慢供养，因为要盖很多，可以修福报。好，阿弥陀佛。在隆重的法会后，仁波切代表四方向功德主献上感谢哈达，也感恩海涛法师特意领众前来随喜。看着仁波切丝毫不倦的慈悲笑容，师父感性地说，心中有个如父亲的上师，我就会一辈子精进的修行。
是不是多口人？台湾人人。嗯，是多。啊，是公就是多，我们就看不够。是。师傅就问说，师傅常住的地方在哪里？流浪。我想住在地里，地上都上地里。哎，你也在，但把技术上嘛，把我们俺个地主人呢，看把穷穷去，俺个听一当讲听，啥个，不住人们就送药是吧？是。嗯，看生的，路边一边里的就我得，马边马娃妈妈知道就，身边人员或者距离的。北北那就是那真的是不住送药了，老了。就那个时间，我什么叫我刘志英？刘志英在哪儿来？就是那，他们不是看把军军军军进来没？军军里面的，俺们这个人啊，现在就工作做那样呢，看把军军那个都不穿着穿，就是老经营西路也是。真的看不起了东西。那是。真的，俺们都自己吃的。那是。吃他们那样个什么个？真的，我们人们是多穷呢。后来给努鲁马就安排了个学生，就安排了个看把亚他就叫学生的，俺是谁都不知道。那安排这个说，门不说你，不是没经验，经验了不起了，干么都安排这个说，你叫我这幺的，等俺哥哥们都去，我们还送这里。老了。现在我叫努鲁的呢，美女也养不过去，美女也努鲁的意思，等俺呀，把下不中，俺把看把军军军的全部丢掉了嘛。这个其实没，那是。真的，他妈刚刚那个，他觉得都是这部电影嘛，那么就来干嘛？这个你想不到学过的事，真的。光把你掉进去，那个，这个，基本上把什么工资写不掉嘛？你没工作呢，就要嘛？老了，没个要是吧？老了，年也没有是吧？那是。确实，地上让的，那基本上工资写不掉嘛？都没工没让的接到，那光把掉个人民都。俺说这么钱呢，这苦生不生，那么什么钱那个钱呢？明明的苦生不生，都有嘛都，家钱比生多没，结果他那是苦不住。那是，那是。现在，如果去问说师傅常住在哪？我跟如果去说师傅虽然是一个台湾人，但在台湾各地方都有师傅的中心。那就是说，我看到师傅就是住的还那些都非常简单。然后他说这是如法，非常随行。那时候仁波切提到说扎巴智仁波切，扎巴智仁波切有说过说，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就是说你跟鸟一般，他就是说飞，这本来在蹲在一个那个石头上，那飞就是没有什么影子。那就是说这个语言要清净，那心更清净，那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宝。那么什么是这个学的嘛？什么刚刚老刚刚老配这个学生，家乡些买不的，听这个不当地人是地人呀，都是。那这个都是家乡不钱呢，可投资你不买是吧？那，这个在那投资这个忙都忙穷，忙投资就是买是吧？那。那么什么这个我们的投资听就都是上不来，进里面的就是就提的差薪些了买不起。那。但是说是靠外来骗你的，头上。天上学的就是，女杰卡巴有那天天穿过高楼，然后没学在女杰卡巴有天穿过高楼，真的，时间就偏吧，可能是腾讯人不在买吧，谁也不要。就是大把的人，腾讯人不在叫人，你不要嘛。现在我就是觉得，每个地方都好像去投胎过，好像不能不去，就像回来洗金，哎呀，我以前一定。投胎在里面是有个责任感，那边也是，那边也是，是，对，到美国也去变这样，欧洲去也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是，所以不得不跑，是，都是自己父母的家，要去帮，是，要去报恩嘛，是。说这些，还记得刚刚罗佩伯的，刚刚罗的广东的群众人，俺总是经过那嘛的，俺在刚刚罗佩伯投资的，全国工人加什么佩伯人是。那时候呢，老干过钱呢，他做个什么呢？稍微重要嘛，他不是目前对我们的规矩就是严惩的。啊，他既然广东群众配合的是个歪理，他也会有有些什么，条件的，我们嘛就学过来是。那如果能够来这边住两个礼拜，那就很有福报了。这些的也是，还是非常欢迎，都是些学的。对，很感谢。
云泥之松竹，可是我的天堂树，太阳拍了太阳了。古树的来银树节，那是。天天，稻生的来南扎什么时候都爬拍过去，下过有都。嗯，非常好。比如老丁公吧来，比如小丁公吧是的，古人这么人个经历了年是吧？那嘛。我爸妈过当，原住民的，白玉那个做社区人士，做社区。恰好他们就他们做陆军的那呢，现在都带我上这里玩。比如老丁来，比如小丁稍微有松，但白马里边咋整？哈哈哈。你白马里边对对哪位？那是那是。白马里边对对白马里边。那是。每天想都是现在干部的话，真是啥不明事。那是。都是没想呢，可女的有不稀奇的叫。老老老老。稀奇的话真注意。那是那是。我就是说，你干脆那个不要说，你干那个。当然没，都脸他不大了吧？老了。就不怎么脸他不大了吧？你马大不行，那可能在现在古人人们辈那家族情况了。是是是。脸他不那么是个的，带着样灯，扎起头那地那我九年，南山路的人。我叫我妈妈做啥的，脸他不大，对面是咋说？音乐很亲近的时候会有这些感受。那就是说，五浊恶世，就是说，两世的这个法是最有价值的。对。潘元杰，何军，你把什么就提给我们？两个就是潘元杰，王国军送的。有两个重点。那咋什么一个数据？代表芒果城送的，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种的，有这个赞美是相当的，真的，都是记载干部对我讲的三百名生，但咋想不着？那好了，咋就没得意呢？就是这么多事，下地里啊，他讲有的东西不怎么是对的，是不啦？你的记载给他说的，俺的古鲁下这里是说的有些话，那按理来说，这个。山也跟这个地方的造型是很像那个洞，比如说它的脚一个盘着一个伸出来，然后它的可以说肚脐在这里有两只虎。对，那远处看的话就是很会清楚。我要请空白机上去拍。两三年会一直把它拍很多，嗯，然后拍摄影师他们全部拍完，嗯。让大家知道这个圣地，就像我们去中国五台山，以前也不相信，进去以后烦恼就断一半，就很平静哦，所以叫清凉地，以为说是很冷，对不对？是是。一进去，哎，烦恼不见了，出来又烦恼。那在什么地方？说说，娘们，多不不干的忙不要了，将来有这样的。古人就古人，别买了，别人要了吧？嗯嗯。别买了，别人我需要了。那别，那我他我通过人家介绍的嘛，都咱别买了，别人我将来就装修要了。现在只能做到把那个圣地的功德力放在心里，不管跑去哪里，就给他，让他看到我们，他就感受到那个加持。就像这次来看到我们老人婆切。以后别人看到我们，他就看到老人不欠的价值。看了每个做学，我第一句呢，这个学啥？说是每个人，看了每个做学，我第一句呢，这个学啥？每个人身边把东土人全部搞不住住了吧？去年都就决心的，东北这来人都难死，东北东土人，咱们这苏州的搞不住住了。东北东北东北，他一呢，没那事，太宗现在再没有。他说没那不住的事，那就干部可以留不了，太宗的留不了，太不中，太宗没，我第六个嘛呢，太不这太宗没那也用不了，不然那古人不这个，你们啊都觉得呢，拍些不不慢慢的没什么，提出就得了，古人啊一个就是水平牛的家教而已，他把都等于因为最主要重要是说，你现在最主要的那个什么，哪里功夫培育出来就是。学校的公务员，古人们就飞机要送，这俺们台湾有嘛吧？在台湾没被闽南的干部去的没中心，台湾闽南那么一年前都打灭了。台湾越南现在特别就那旅游了，他咱们台湾都把我送生意准备的，他他把多个的台湾都有嘛呢？台湾闽南拉进去开始学的有没有有嘛？台湾就越南把我这些的丢下来的。台湾的人，瞧他，咱们看了刚刚到台南中午瞧他，其他广播都主要了，广播台南中午就开始唱什么了。
的那么刚刚被台南中能源吧那是不是刚刚都突击的经济能源我就往我们做啥这个台湾就别不来过就往我们做也不少你的投入就往我们做啥没你的突击嘛那是那是翌日，适逢藏历8月25日，仁波切慈悲为海涛法师与四众弟子举办莲师会供暨唐东嘉波尊者长寿灌顶法会。仁波切鼓励大众，虽无法跟唱藏文仪轨，却能持诵莲师心咒，祈求莲师降临加持。悠扬的梵音，余音绕梁，在上师引领观想下，大众接受了殊胜的观点。大众以往寺院附近的莲花圣湖进行火供烟供法会，湖面水气氤氲，高大的风马旗在岸边飘动，烟雾缭绕。大众接力将净食往湖边传递，圣湖畔渐渐闻到一缕慈悲法味。在吉祥法寺的两日，团友们不仅领珍贵的长寿灌顶，以及仁波切的谆谆教诲，并在吉祥圣地上供诸佛、下施众生，修如此之大福报，都让大家感谢恩师海涛法师在西京的殊胜法缘。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一定会
看到佛陀的塔，舍利塔。为什么？佛的塔代表佛的心，菩提心，也代表成佛之道。能够看到佛塔，能够拜佛塔，能够绕佛塔，供养佛塔，都有无量的功德，消除无量业障。一只鸟飞过佛塔，乃至影子，它就脱离三恶道，乃至将来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所以希望各位多发心造不分大小的佛塔，多礼拜佛塔。阿弥陀佛。中华印经协会邀请大众一起造塔、绕塔、供养佛塔，走向成佛之道，滋养生生世世的慧命。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新逢释迦牟尼佛佛诞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兆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恭送玉佛功德经、金刚经暨佛前大供，恭请广护法师领众。日期5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恭送玉佛功德经暨佛前大供，下午2点恭送金刚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圣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Thank you.